老婆的外流影片里面居然没有我。柯佳嬿大尺度牙床激战，吴宗宪传说昆达百发百中求子秘方。如果你遇到一个对你予取予求的极品渣男，你舍得放手吗？哎呀，梁体柯佳嬿在爱情喜剧《妈别闹了》上演大尺度激情戏码，而背后的林柏宏只有一个渣字，当然是戏里渣啦。因为他是个混蛋，你爱到了一个混蛋，你慢一点，我服你。你懂什么是爱情吗？你看，吵架又搬回来，复合又消失，都不鸟我。身为姐姐的我，一定是希望他分手的。老婆柯佳嬿的预告片火辣，而且这么刚好，老公昆达五号也嗑了火辣的好东西哦。很好吃，很棒，很棒。我觉得他们非常用心，而且很干净。Hello， 昆达在玩很大，也没有什么话，都是我在替他讲的。真的啦。然后有我们考虑，就说他戏比较不忙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怀孕。对的，我们就考虑要怀孕。谁要怀孕啊？我不是问老婆的，问你的。我们要怀孕。你有看到我在打靶有没有？到现在没有 miss 过一颗。啊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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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棒棒棒棒！好吗？拜。对，百发百中。生小孩就不是打靶，生小孩是散弹枪，要维持频率。拜托，家宴呢？拜托，那正妹在那个厨房走来走去，你就冲过去扑倒。在浴室刚刚走过门要关，冲进去撂倒。安啦，说起扑倒撂倒，咱们达哥可是专业的哦。这样子谁的演技比较好啊？你好，佩佩，很高兴来这里。他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一个大楼的角色对我让我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跑跑跑跑跑。